非常好玩。你知道我这几年一直受伤，然后没有真正的机会可以打球。所以我现在有很多 freedom， 可以打很多 pick and roll， 很多掩护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有这个机会当一个真正的先发控球后卫，可以就是带一个球队，我觉得这是从小都是我的特点，所以我看到我最舒服的一个角色。我觉得最大的 difference 就是这些规则，我就会影响到这个体系，这个打法影响很多。